随着一首《董小姐》唱红快男舞台，民谣选手左立和他的女友熊小月的爱情故事被网友称道传颂。可是近日有网友爆料称，熊小姐在国外留学期间还有一位外籍男友，并曝光了两人的基吻照。根据资料显示，25岁的左立是湖南凤凰人，从小喜欢唱歌，曾跟着演出团体四处跑场，但后进的他很快就放弃，安心在朋友开的酒吧里驻唱。他和女友熊小月也是在这里相识，那时还是2011年年初。此后学钢琴的女友到英国留学，左立则一直留在凤凰唱歌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左立还说女友今年19岁，等到法定结婚年龄20岁时就要娶她。你爱她什么？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的女朋友，我也想在电视上让她的爸爸看到我。但网友爆料称，2012年熊小月在留学期间还交往了一位外籍男友，并且在 Facebook 上一直更新二人恋情，与此同时还和左立一直保持着恋人关系。对此传言，熊小姐回应称没做亏心事，表示谁没谈过几次恋爱，没分过手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